Hello， 大家好！今天刮这一张甜蜜蜜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100元，头奖奖金有60万元，超过110万个奖项。这次挑选的尾数是21号，号码是03711132103711132021。希望这张尾数21号的可以中大奖。好，还有两个游戏，一个这边，一个是这个，先来看这个好了啦。刮出多少就刮出一个爱心就有奖金啦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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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来，先看奖金好了，奖金好像在左上角，直接刮过一次了，奖金是零啊，哎，这样子很机车，哎，这样就算刮大爱心也是零元啊，对不对？气球，不然你看哦，如果这样子奖金是零，刮到爱心不是还是零吗？就没意义啊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这里是要有金额，然后这里气球吧，没关系，接下来看这个，刮出三个相同金额即得该奖金。三个相同金额的就有钱，3000，有没有可能3000？10000，200，他们都没有重复的，300，哇，都不一样啊，60万，哎，要三个一样的才有钱，不是三个不一样的。500，可能是没有了，乌龟了，没错，这剩下条码了，没错，这张乌龟了，3000、10000、200、300、60万、500，啊，这里也蛮爱心。我一开始刮的时候啊，看到这个 R， 以为是 THR， 想说应该是500块，应该是300块啦，对不对？想说是300块，结果嘞，看来的 E 跟 G 这边有个，所以它代码在这里 ，RGE，RGE，RGE 啊，所以这张乌龟了，没有这个代码。中奖代码不是这个代码，没关系，好玩就好啦，100块买个乐趣。好，最后做个总结吧。这张售价新台币100元的甜蜜蜜刮刮乐，尾数是21号，宣告杠估，做了100块的公益，现在就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